在就是继续的随逛这个店。希望这些老房子现在我走来了 King's Head Inn 这一家 pub， 那它是隶属于 J.D. Witherspoon， 和有兴趣的人分享，我是还蛮喜欢这一家 pub 楼上的气氛，如果有来 Salisbury 的人也许可以尝试来这一家 pub 吃汉堡或是 fish and chips 炸鱼，那他们家的素食汉堡大约加上饮料的话，决定于您想喝是有酒精的饮料还是没有的。那像我是喝姜酒没有酒精的，一个人大约就是11磅左右，大约台币440元左右，分享给有兴趣的人作为参考，谢谢。我在Salisbury的 pub， 里面的装潢非常的美丽，分享给大家看。现在我们在2楼，非常的美。早餐是从8点一直到下载这个 APP，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桌子告诉他们号码127，然后直接可以用手机付款就可以订购好吃。快的点餐之后，他说6分钟就会来餐点，然后大约过了3分钟之后。饮料就先上了，我点了这个娟娟碧然后还有这个蟹。这区的话就是可以来这边拿需要的酱料，有这个 ketchup 番茄酱，然后这个美乃滋有2包，然后小孩子的话这边有画笔可以让小孩子涂。也可以买这个 gift card。餐点上来的，我点的是素食的汉堡，再加上洋葱圈。
非常的大份。来看看啊、，so nice。现在我在 Salisbury Art Center， 现在是晚上六点多，这是 Private View。这个是他们的礼品贩卖部，然后就是展览的部分。有绘画、陶瓷、印刷。